咁多位大家好啦，又系我肥康啦。咁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一单好大嘅新闻啦。咁世界卫生大会啦 （WHO） 啦，咁就将打机成瘾就列为一种疾病啦，就 gambling disorder 嚟嘅。咁有佢嘅四种定义啦。咁就系话，不论喺发作上、频率、强度、时间啦、休止等游戏内容上咧，咁就缺乏咗自制能力啦。咁比起其他内容或者日常活动，打机都成为咗优先嘅事项啦。面对个人、家庭、社交、工作上等社会嘅负面影响，亦都会进行甚至进一步增加佢打机行为啦。而呢种嘅行为进行咗一年以上啦，其实我觉得你咁样系有少系标签咗呢一样嘅行为，标签咗打机呢种行为，令到佢更加负面化或者妖魔化啦。你其实你好多行为都会系有呢啲所谓嘅 disorder 啦。咁其实你假设购物咁样啦，咁缺乏咗自制能力。都是的，如果你买嘢的次数长度都会缺乏自制能力的，或者你比起其他兴趣日常活动购物都成为了一个生活的优先事项，面对个人家庭等社交功能有负面影响，那你借着购物去做一样增加的购物行为去减轻了那个所谓的负面影响。那为什么你不将这些本身你是说 addiction 变成了一个 disorder 呢？没必要的吧，即是你本身都这样搞法，真的要有些人令被人误判了是你真的有一种 gaming disorder。那也都好彩的，你就当是医病，当是治疗一下身体，是不是？但不好彩的时候，你那些人觉得被人 label 了，你被人 label 了，他就会变，有些人真的会变管家嚟，你变管家嚟咪叫。再做多啲咯，你做多啲，咪真系做一做更加極端嘅 gaming disorder 咯。咁你呢種咁嘅 labeling， 其實咁你去再定義得好啲，咁其實都係一種間接嘅 labeling。你冇話對一個人嚟講，你對一個社會嚟講，你本身社會都對打機有偏見，覺得你打機嘥時間、有病，或者你甚至係覺得唔健康嘅行為嘅時候，你呢幾年。慢慢將個風氣就覺得打機啊，其實都係普通嘢，都係興趣嘅時候，個人覺得冇問題嘅時候咧，咁你而家就將一個 addiction 變成咗 upgrade 咗做一個疾病，咁嚟令到更加多人誤會，啊傻嘅係咪啊，大佬，你咪最覺得而家啲人最更加多啲去覺得打機係一種唔好嘅行為咧？你仲要嗰個 WHO 覺得啊，只係少部分人啫。咁老实讲，你而家你呢一种行为系令到人，做好多人有一种模糊啊嘛。你乜嘢叫佢打机？可能我打机只不过系间唔中玩下，又叫 disorder 都算啦。咁我叫做点样为之冇自制能力咧？系咪我打耐喺一年内，我系可能 keep 住打四个钟，系控制唔到打四个钟，但我控制到自己嘅，咁系咪叫做打耐咧？咁咪有一種 disorder 咧？咁我未必知啦，係咪先？咁你要解釋清楚啦。咁我再睇個必要性裏面，咁其實上年就已經將呢個 gaming 即係個電遊電子遊戲啦，整列為咗一個 gaming addiction 啦。咁佢列為咗呢個 gaming addiction 咧，咁就話影響身心。其實我覺得都係正常啦。咁你行為都俾人列入咗做一個 addiction， 即係 shopping 啊、buying 啊。或者你賭博啊等嘅行為啦，咁俾人列作 addiction， 就因為呢種影響啊嘛，冇問題嘅。咁你去戒，想去借住令到多人知道種 addiction， 即係有一種少少嘅 addiction， 想去治療或者預防啦。咁我覺得合理，但係你而家你再將佢變成一種嘅 disorder， 其實都係一種嘅一種 stereotype。啊，是其一啦。第二，你真系咁样做冇够用噶嘛？你同你嗰个 gaming addiction 系差唔多嘅时候，咁你再加多，再升级到一个地步，咁系咪有必要咧？即系咪呢？过去呢几年系有好多人有一种嘅 gaming addiction， 而嗰种嘅 addiction 就好似 gaming disorder 咁样咧。你例如啲人玩呢啲游戏，玩到 short 捻咗，唔记得咗翻学。或者你係即係啲人係靠過呢一樣嘢去有一負面影響，去解決佢自己身上可能社會上或者係佢生命上或者一啲負面影響。假設唔開心，你就打機啦，你打機或者打更加多機去
令到自己更加唔更加开心咧？咁系咪好多咧？亦都系有必要去做咧？我觉得冇。即系总结嚟讲啦，你咁样做都系嘥鸠气。你唔单止你冇去解决到个问题，你亦都会令到更加多人误会。其实喂呢几年啊，即系少咗呢问题，你都想去，我相信世人都想解决呢啲所谓要揽要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其实我觉得你都系不断咁样 stereotype， 跟住就叫个政府，可能叫所有政府去预防呢一样嘢啦。咁其实我觉得都冇必要噶，或者呢个方法都好蠢。你嘅啲人咪做，即系 stereotype 咗咪做咯。你要揾出佢点，即系针对你揾出佢点解去做呢一样嘢，然后你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你去解决佢嘅原因啊嘛。即系假设有啲人去打机，满足佢嗰个心理嘅社交嘅需求啦，咁佢先去打。咁你可唔可以令佢更一 balance 到咧？可能你话俾一个平台佢识多更多朋友，咁佢去俾个平台佢，唔好净系依赖咗打机呢一样嘢咧。或者想谂住增加成功感，你有冇俾佢活动去参加咧？去令到佢更加多接触一个健康嘅社会咧，冇，而系即系你不断有 zero 题，不断令佢 zero 题有病，建议佢睇医生，就咁、是。咁我就咁都好蠢啦、啊，都好戆鸠鸠啦。咁所以咧，我一啖笑。咁多位都听完我讲嘅说话啦。咁如果你觉得好睇嘅，咁就喺附。咁就俾个 like， 俾个 share， 同埋记得帮手订阅啦。咁条片，咁如果订阅嗰度咧，应该上面呢个位就应该订阅啦。咁如果你想睇翻旧时嗰啲片咧，就喺我右手边啦。咁就有一睇翻旧时嗰啲讲嘢嘅片啦。如果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啦。咁就咁多位，再见。